第26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的现场。今年的展台主要分为专业影像产品展区和消费级产品展区。专业影像主力产品就是我们今年四月份发布的如影二云台系统。相比前一代产品呢，在负载能力、通用性、动力系统、稳定性等核心功能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我自己就有一台那个第一代的如影，第二代的如影跟第一代不一样，它可以把每一个轴独立的锁住。如果是第一代那个，永远是对着前面是固定的，现在我还可以摇，放在我四代影像上面用是非常方便。A few months ago, actually DJI lent me the Ronin 2 and let me use it on a film. I was actually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upgrades that they made with the Ronin 2. It's a more refined, professionally tuned piece of equipment now that has a lot more capabilities than the original. 而今年展出的专业航拍飞行器是大疆雾二，它的出色的动力性、安全稳定性和它多种智能拍摄功能，使得这款航拍飞行器从问世以来已经被专业用户广泛应用于广播电影电视领域的拍摄中。0到80公里的速度只需要5秒钟，最大水平速度有94公里每小时，因为它稳定的一个性质存在，加上雾二的一个超强动力，我们可以在这种拍摄汽车广告的过程当中实现特别精彩的镜头的一些拍摄。除了专业影像产品，我们还带来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小 Spark、 与 Mavic、 精灵和 Osmo 系列的产品。此次大疆创新联手大疆传媒参展 BRTV， 是大疆向电影级市场进军的一次重要亮相，也让专业级用户感受到了大疆在专业影像领域的努力和诚意。